集团天文师弟蒋荣中在音乐学院上课，开心地表示自己也很想去上一上正统的音乐课，毕竟肖同学小时候可是没有机会和这些小朋友一样可以花钱学音乐呢。感觉很好玩，很可爱啊他们。小朋友今天跟静腾哥哥一起上课，感觉是什么？很开心。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不知道。是活泼生动的教学方式，让害羞的肖同学也能很快的融入课堂。只是和身旁的小朋友比起来，自己还真的有点装可爱呢。来，那个来，静腾弟弟来帮我们示范，踏，用手打鼓，手心打，踏踏踏踏，起起踏。哦，100分，哦，好，对啊。家有在装可爱吗？没有啊。你看起起的那个时候有。有害羞的感觉。有害羞。而肖同学对音乐的无师自通，让富有音乐小龙王之称的蒋荣中也相当的佩服哦。我觉得他自己练琴可以练就是很强，我觉得很厉害。谢谢你。何宇中李。